今天晚上的月亮可真不圆呐。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。此事古难全，这好像还是小时候你教我的呢。小时候就这么几句，一个月都背不下了。如果我哪天离开了，你会怎么样？你要去哪儿啊？随便问问。如果你哪天要是离开的话，那我……刀侠、笑侠死后，整个武林群龙无首。近几年来，各大门派各自为战，甚至开始互相攻伐。叶庄主十分痛心。我们鹿鸣山庄不能再不问武林了，必须站出来，担任起剑侠的责任。所以今天当着大家的面，我们要选出新的武林盟主，领导整个武林，重现江湖荣光。我提议，这个武林盟主的位置由叶庄主来担任。叶庄主无论江湖地位还是声望，都是最合适不过的了。凭什么呀？凭什么？就凭你们鹿鸣山庄当了十几年的缩头乌龟？是啊，我们今日能来已经是仁至义尽了，真当自己还是十几年前的剑侠？爹，这不关他的事，放了他吧。是你说于昭很在意这个女孩啊？叶墨。是少主。爹。少主别逼我，你是我儿子鹿鸣山庄的少主，你该知道怎么做。林青，你要找的人是我，咱们放于昭。各位，这位就是魔童凤子鹤。凤子鹤，证据就是这枚红玉。这枚苍穹红玉是小儿陈星在这个人身上找到的。凤老掌门死后，在这个世界上能拥有这枚红玉的人只有一个，那就是魔童凤子鹤。拍卖会。不过说起来，这个于西西的身份也很可疑呀。你答应过我不伤害于西西。凤大少爷还真是很在乎那个于西西呀。你如果敢伤害他，我想方设法死给你看。到时候你邪魔同一两江湖的美梦就破灭了吧。果然是世侄啊。好，我答应你不伤害于西西还有于府所有人。好，我也答应你，只要你乖乖地跟我走。先为定。世侄啊，其实我挺喜欢你的，有城府，沉得住气，而且够狠。别傻了行吗？我从来没爱过你。如果我之前跟你造成了什么错觉，那只能说明你傻。我只是在利用你隐藏我的身份。哦，对了，这是咱俩的婚约，现在还给你。
招。你已经挣够了100两，我愿赌服输，解除婚约。从此你我二人再也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不想这样。小姐，于西西，都是因为你。如果不是因为你，子贺哥哥也不会。只是我没想到，他都被带走这么多天了，你居然还能坐得住。亏子贺哥哥对你。怎么了？你知道我为什么会离开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喜欢的是你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你知道你还这样？从小到大，我喜欢的人一直只有他一个，就算他消失了这么多年，我也一刻都没停止过喜欢他。当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，我发现一切都不一样了。他的眼里只有你，不管我做再多的事情，都改变不了他一分一毫。于是我离开了，放弃了。只是我没有想到你这么不珍惜他。